盘点迷你世界被大家忘记的东西，伙伴们，你们还记得这些东西吗？第一个，伙伴们，我先不说他的名字，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？这是很多老玩家的回忆，他有四个腿，上面有一个斧头和一把锯。伙伴们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如果你知道，把他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好吗？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？他已经消失2年了。第二个，大家肯定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，对吧？他上面有一个枕头，有人说他叫床，伙伴们错。你们知道他的全名叫什么吗？他的全名并不叫床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用过这个床，伙伴们，请你点个赞好吗？给床，床消失3个月了呀。伙伴们，其实他的真正名字叫舒适的床，你们知道了吧？他并不叫床，而是叫舒适的床。伙伴们，最后一个消失的时间最长，伙伴们，他身上是绿绿的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装备吗？身上穿的，这是消失最久的一件装备，伙伴们，他消失可能已经有4年了，有没有人穿过这个装备呢？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套装备的名字是什么吗？伙伴们，这3件东西你用过几件？用过1件扣个1，用过2件扣个2，如果你全部都用过扣个3，伙伴们，我全部都用过。